你恩典够我哋用，主同我哋一齐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嘅大恩，感谢耶稣嘅大爱。嗱，我哋投入敬拜咧，神嘅同在都会祝福我哋嘅，神嘅同在会陪伴我哋嘅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。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，永永远。系，主我哋咧欢迎你嚟到我哋当中。主今天咧系今年2023年嘅最后一天，让我哋咧今次呢个今日嘅敬拜，可以成为咧我哋嘅祷告。让我哋每个弟兄姊妹咧都决定系跟从耶稣，永不回头。主我哋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继续祝福我哋嗰个日子，继续咧系专心去跟随耶稣，好似约书亚，好似迦勒，俾我哋嘅心智。
未信主到信主，神的义的恩典我们都去数算，去想一下神的大恩，我就感谢神。神你以往照顾我们，以后都会照顾的。我们再唱感谢神，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神你的大恩，哈利路亚！帮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成日都数算。我自己是我不单止数算，我记住的，所以我随时可以讲到好多好多次神点帮助我，神点样救我命。本来咧系可以咧喺高速公路上突然间转，系即刻跟住转完咧有个大货车侧边冲过，即系话如果稍迟啲咁多人。個貨車已經撞咗埋我度，即係有好多嘅經歷，神好特別嘅幫助我。我係成日都記實嘅，亦都試過去宣教嘅時候，個飛機我計錯時間，飛機走咗。咁我同嗰人講：，你再打電話，我問神，神啊，求問神，神啊，你求你憐憫。居然嗰人話俾我聽，個飛機翻轉頭，係好神奇嘅事嚟嘅，即係我哋感謝神。所以我哋數算神嘅恩典。亦都神咧係使用我哋祝福好多人，而家為我哋開路一個好大嘅路，係好大恩典嘅。當你遇見苦難，如同大波浪。當你遇見苦難，如同大波浪。當你背負十架各大苦難後，也掛住你恩典中求數一數，便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的大恩，求主幫
帮助我哋喺嚟紧嘅一年，圣事有神嘅同在，紧靠神，神一定祝福嘅，神一定祝福。其实有好多人都讲俾我听，当佢跟从神咧，系一路一路祝福嘅。有位姊妹同我讲，佢话自从佢揾咗我之后咧，佢本来佢系做地产嘅，佢话忽然间咧，佢话好耐都冇卖到，但系忽然间就卖咗5间屋。神真的是很奇妙，做很多奇妙的事的。主啊，我们紧靠你是最蒙福的。主，我紧靠你。Yes, so.
跳啊跳，跳啊跳，跳到耶稣怀
耶稣帮助我们时时都咁开心，我们亲近神最开心的，你一亲近神咧，觉得成个人轻松开心的。求主加力俾我哋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哈哈哈哈，多谢天父。求主帮我日日都活得开心，因为神里面就系开心的，天国就系开心的。多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祈祷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